蛮方便的，很顺的。比较方便。好。线上缴费比较方便。对。在台中有时候就有时候，而且没有零钱。我是正阳里蔡里长，以前是市政府管理的。那市政府管理的时候，以前是很多那狗屎，很少来整理的。那现在改为欧特椅了，那清洁就很干净了。还有那个车位规划也是很不错了，车牌辨识也是很方便，不必再去那个超商缴钱了。